没有为印尼人赚钱，这一点我们要反省哦，对不对？要反省哦。所以各位呢，来念一下：为印尼人念佛，为印尼人念佛，钱多钱给多一点，好不好啊？如果你的工人跟你一样买大楼、买车子，你是好老板，你可以上品往生。如果你的工人永远做工人啊，我看你最多下品。因为你比较自私，所以我想佛陀讲念一下众生平等，对，不要觉得我有钱你比较穷，我老板你工人，我皮肤白你皮肤黑，那就是没有公平啊。所以众生的意思就告诉我们，众生都要公平，众生都是我爸爸妈妈，你不能光嘴巴众生众生，然后钱不给他啊。你要开始培养帮助对方啊，痛苦给自己，快乐给别方给别人啊，所以你要吃苦，但是呢享受给别人，这才叫发愿。每一个佛都发愿修苦行，释迦牟尼佛过去是修苦行，身体给老虎吃，身体给老鹰吃，佛陀好几次身体给鱼吃，那佛陀才可以成佛啊。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，而且我们要开始去练习，要这样发愿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发愿：诸佛子在位，汝等称四弘誓愿，令汝得闻依法发愿，依愿修行。如今谛听，大家一起发愿。佛陀要我们越来越不自私，越来越不爱惜自己而已。佛陀要我们训练越来越为别人好，从人到动物，连你的敌人伤害你的人你都为他好，都怨他好，那就代表修行进步了。所以修行一直念佛诵经拜佛，就是要把自我爱惜把它消除掉，然后呢把众生越来越重视，他越来越承担众生的苦，那我们修行就没有浪费了。所以现在各位哦，50岁，那你就越来越为众生想啊，越来越不管自己啊，随缘了、啊、随缘了 啊， 啊，只要众生快乐就好了，这才叫进步。现在我们要来求愿，今天我们放了10万尾鱼，这个鱼可以活到至少12年，这是牛奶鱼，所以希望所有被放生的鱼，我们这十几年来已经救了牛多少只呢？念一下，27000多头，光牛就27000多头，狗啊、羊啊，各种动物。但是，希望这些放生的永远都不要被伤害啊，不要被抓了。有些我们放在护生园，有些也放了。我们要一直祈求，就像各位，你很喜欢狗，你希望整个世界没有一只狗在被杀，你就很快乐。所以现在韩国人也开始推广了，不要吃狗肉了，不要吃狗肉了。下回我们也要去越南推，不要吃狗肉啊，不要吃狗肉啊。下回印尼人也会来跟你推，不要吃猪肉啊，不要吃猪肉 啊。所以无论如何，管他什么肉，反正他会痛苦，我们就不要伤害他，好不好啊？这才叫慈悲啊！啊，只要他会痛苦，你就不要伤害他。这个就是佛教的基本。什么叫佛教徒？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生命在受苦，就是我的责任，这个它叫佛教徒。所以求愿不是为自己求，一般人是一直拜拜什么，哎呀我儿子要开公司啦，我孙子要考试啦，那拜拜都很自私的啦。啊，我拜啊拜啊，我爸爸在开刀啊，希望他赶快好出院啊，别人不出院没关系啦，我爸爸出院就好，一般都会很自私的。但是求愿呢，你要想的是世界啊、众生啊、啊大海里面的空中啊，希望他们不要被杀了，希望没有人再杀生吃肉了，希望所有修行人都成佛啊。那各位要不断这样发愿，好不好啊？所以这个叫有意义。我们的生命会老会死，但是我们的心呢越来越圆满，这个就是很有意义啊。啊，千万不要哎呀赚了很多钱
买了很多房子，我们华人就最喜欢买买买买买这样而已，然后结果赔了你的生命了，没有用啊。所以这一点啊，希望大家要天天发愿，生命哪怕剩下一秒钟，我还要发愿帮助众生，这样生命有没有快乐？这个叫慈悲有意义发光的生命，这样最快乐了。就像这个花现在好美哦，赶快拿出来供养三宝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一人拿一朵花，为什么？慈悲，这不是拿回去漂亮哦，因为今天十万尾鱼的功德都在花里面，今天各位大烟供药供的功德都在里面，今天大家发菩提心归三宝功德都在花里面，这是佛讲的，佛前供的花会吸收法会的功德。那各位今天拿到这个花回去就要给你亲戚朋友来闻一下，你说不行，要先给我儿子闻，工人慢慢来，你好不慈悲啊。你越给对方闻，这个花的力量越大，知道吧？赶快给你的邻居啊，给认识的，给路边，漂不漂亮？漂亮，他就得到功德啊，因为他不是佛教徒，但是他觉得花好香啊，好漂亮，他得到功德。这就是佛法，佛法要利用众生喜欢花的美，他不管宗教了，但是希望你得到我的功德。所以各位呢，你要把你的功德布施给你的司机，你的邻居，等一下晚上回去开车回去，所有的路上都得到你的功德啊，大海陆地，整个印尼，整个世界都得到你的功德。那这样呢，美国也好，中国也好，希望他们两边都发财，好不好啊？这叫功德，功德不能偏一边啊，功德必须以平等做基本啊。你的老公也发财，那个小三也不错，这样 OK， 通通有功德，那你心里不是快乐了吗？不行，我老公好，小三好细，那你要下地狱了，因为你心里没有功德。所以各位，敌人是你自己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个世界我最漂亮就好了，别人丑一点。啊，这个世界我最有钱就好了，别人穷一点我不管。好自私啊，奸诈的商人啊，奸商奸商。所以学佛了一定要改变，漂亮给你，健康给你，发财给你，痛苦给我，好不好啊？你不用怕痛苦，因为根本空无我，哪有我在痛苦啊？所以学佛会让你不自私，所以为什么佛要我们发愿、发愿、求愿，就是利益对方、帮助众生，没有自己，没有自己就是空性，没有烦恼，只有众生就是慈悲。听有无？哎，爱警醒啊，哪个困啊？各位眼睛是睁亮了，但是你在睡觉啊，因为你无明，你没有智慧，那你在睡觉啊。佛陀是觉醒了，他永远都醒着啊，觉醒的状态。所以各位现在几岁？18岁，因为我醒过来了，18岁没戏啊，身体随缘。那我现在18岁，很健康，很快乐，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医生说，哎，你剩下3天，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医生，我替你念啊，因为你醒过来了。哎呀，生命是不生不灭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法号叫佛心，请问我们的佛性会死吗？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哎，每天你都在念哦。你要是看到真理是诸法空相，永恒的爱，永恒的光，永恒的快乐，学佛好不好？所以从今天开始随缘，卖个不爱求啊啦。老人要负责孝，小孩才会发财啊！一定要天天孝，吃好嘛笑，吃不好嘛笑，有钱嘛笑，无钱嘛笑，啊，那就快乐啊！因为学佛了啊，我念阿弥陀佛学佛了，身体会痛没关系了，我心不会痛了啊，因为我有阿弥陀佛啊，老公不回来随缘，棒骨假操啊，我念阿弥陀佛啊，多快乐啊！对不对？所以学佛快不快乐？有钱没钱都快乐啊！所以世间不一样，世间没钱，有钱才快乐，没钱很痛苦，对不对？无安家快乐，无安的感受。也就是说，把我们刚刚的发愿跟求愿，希望它变成真的，真的啊！
希望这些轮回众生，他们轮回好痛苦啊，从今天开始跟我们一样皈依三宝，发菩提心了，开始努力修行了，永远不要被伤害被抓了啊，永远快乐自在。各位，印尼快不快乐啊？哎，如果政治很安定，好快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都没有众生在被逼迫，但是现在我们人类是动物的敌人，夸得的别讲台别讲架啊，所以动物好痛苦啊，看到我们惊到要死啊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做恐怖的人啊，希望众生都平等，好不好啊？将来狮子看到你还跟你摇尾巴啊，蛇看到你借你当枕头，哎呦，那个就是弥勒菩萨，因为弥勒菩萨发愿，所以以后他的世界就变成平等，没有人生病，大家都活到84000岁啊，所以没有动物被杀，因为弥勒菩萨的平等心就会有这个世界。再来，愿所有众生得到我们大家所做的功德，进一步愿所有的众生包括人类都发起成佛的菩提心。所以各位，你现在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代表你的心在一个圆满的慈悲跟圆满的智慧的状态，叫 Om Mani Padme Hum， 也就是说莲花上的宝贝，莲花上的如意宝，我们的心里面没有贪心，没有嗔心，不会生气，没有忧心，什么都没有，现在充满了慈悲跟智慧，好不好啊？然后你的心在这个时候，你要想，那所有众生的心都跟我一样，要以这个慈悲心，他没有被伤害，他没有伤心了，他也有这个佛心。Om Mani Padme Hum， Om Mani Padme Hum。所以呢，你现在你的身体变成好庄严的观音菩萨，你的嘴巴在念观音菩萨最美的声音 Om Mani Padme Hum。然后你的心现在变成观音最慈悲慈悲的心，只有爱没有恨，愿众生都脱离轮回。Om Mani Padme Hum， Om Mani Padme Hum。然后从你的心，把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，把每一个人每一个友情都变成观音菩萨，好不好啊？你要经常这样念哦。就像哪一天，现在各位习惯了，晚上要睡觉躺在床上就 Om Mani Padme Hum， Om Mani Padme Hum， 哎，我要去极乐世界了，明天再醒来再说吧。你要这样想，然后呢，所有人都进入极乐世界，不要烦恼，好不好啊？今天你被骗了10条，晚上困没起，你看看你下地狱了。睡觉就睡觉，有事明天再说，对不对？然后继续念阿弥陀佛，你这样就不会忧郁症，不会睡不着啊。所以有人可以说，哎，你3个月再来检查，可能你有癌症。哇，一天31公斤，欢乐欢乐，三刚好瘦了30公斤，还没检查先舍报，烦恼烦恼，我有癌症呢，我有癌症呢。癌症是身体跟我的心没有关系啊，但是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很慈悲，医生在检查，哎，后期为什么机器坏掉？不是，我心好了，心变了，身体好不好啊？所以老菩萨天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哪一天要走了，谢谢你们孝顺我啊，我要去极乐世界了啊，这样我会加持你们。请问死是快乐还痛苦？快乐。现在就要练习啊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死是快乐，给老世界呢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心里面改变了，但是各位，心改变了，世界就改变了，那知道吗？你的先生不回家，哎呦，天天赌博，那你现在改变你的心了，你三米半米的白回来啊，对不对？老婆你好吗？哎呦，念佛真好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每天念啊不好，他不好啊，干嘛好砸我们是砸波浪，还越跑越远啊。你讲两造起啦，所以各位心要好。我们大家都喜欢观音菩萨，因为观音菩萨不会放弃我们。你拔掉你做拍狼，观音菩萨依然爱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你心好，世界就好，对方会变的，小偷都会变好，坏人会变好人，因为什么？
念一下，你亮起来，它就亮起来；你点灯了，它就亮起来。佛法是这样，佛教不是警察找别人的缺点，佛教是菩萨找别人的优点。你再不好，你都可以成佛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那如何让对方成佛？因为你对他慈悲，他就用慈悲来对待你。你骂对方，对方就骂你，这样知道吗？有些人为什么被杀掉？骂对方错了，你为什么钱不还我？啊，对方就把你杀了，这样而已。如果对方欠你钱，没关系了，有钱再还给我了。我现在念佛了，希望你赚钱。哎呦，对方就发财了，还对你很好，还感谢你。命运在你手上，你用慈悲心，对方就用慈悲心；你用坏心，对方就用坏心。世界自己造成的，所以佛要我们发菩提心，希望众生都慈悲，希望众生都快乐成佛，别人就会对你好。念一下，善有善报，好心有好报，好心有好报。那你为什么很坏呢？很痛苦呢？撩急呢？破杯呢？坏心有坏报，是你的心不好嘞，所以对方才会对不起你啊，因为你不好，跟你在一起不快乐，你不好心，所以希望大家要变好心的人，好不好啊？心好，微笑，快乐，健康，吃盐嘛好，吃糖嘛好，拢好，那随缘就快乐，所以这个叫Om Mani Padme Hum。 所以我们来念一念好不好，念完以后你再去检查，癌症没有了，继续念啊，念完以后你哎呦腰痛好了，继续念，念完以后发财了，今天晚上回去有人会去找你，为什么？欠钱的拿来还给你了，你中头彩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还你钱了，因为你心好了，他就改变了，好不好？你千万不要告警察，哇，这个楼上这个人不好，我告警察，把他开除，叫他搬家，那你他永远找你麻烦。所以心改变，世界改变，这个叫 Om Mani Padme Hum， 南无阿弥陀佛。快不快乐？像我这样一直告诉各位，希望快乐。我看我不太会得癌症，我也不会忧郁症，因为我每天忙着，我一秒钟就睡着了，心好。一切会改变，所以各位哦，原来让自己快乐最好的方法是让别人快乐，讲笑话给人家听，让别人幽默。所以我每次帮人家助念，哦，没问题，没代志 ，OK， 没问题，啊，他就快乐，快乐就忘了生病，没戏嘛，笑笑啊戏。哦，这些就严重，这些温戏耶。那对方啊，那安呢，还下地狱了。所以各位。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没有什么严重的事，好不好啊？你晚上老公没回来，没有问题，他外面睡得好好的。你卖港差他天更的好了，电话卡过了十通，你不睡就算了，吵了人家不睡，等下给你惊，给你怕，是你害他的。所以学佛改变了，不要用自己的想法，要用佛法。烦恼的时候赶快念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烦恼的时候赶快念Om Mani Padme Hum。那个卡电话有查某惊，哇！你老爸偌歹偌歹，哦！你不爱念经，你念这要创啥？你要赶快念心经，念金刚经，念阿弥陀佛，不要再念别人不好了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叫 Om Mani Padme Hum， 心像莲花一样，心充满爱，就会保持菩提心。要用慈悲心供佛斋天，心决定当下往生。永远你就快快乐乐了，然后接下来也带领别人快乐，心在极乐世界，慈悲在世间，赶快爱护别人，好不好啊？那你就变成阿弥陀佛的化身呢、啊？为什么？心在极乐世界，身体在这个痛苦的人间帮助众生，这个叫观音菩萨了啊！你的心就变成观音菩萨在度众生了，所以这样来念佛。最后我们把今天大家所有的功德回向啊，今天是100万兆倍加持的功德，你放一只鱼等于放了100兆倍的鱼的功德，所以大家供花供香
那么做烟供施食替身多嘛，大家又布施钱，然后呢我们又发菩提心念佛，我们每天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来贡献在这个世间，回向自己一点都不执着，反而我们功德圆满。大家合掌，所有功德要布施了啊！来念一下：所有功德速生行，所有功德速生行，无边圣福皆回向，无边圣徒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。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回向所有往生者，回向所有往生者，四十九天内，四十九天内，死亡人等，死亡人等，回向个人历代祖先。回向个人历代祖先，华人祖先，华人祖先，印尼人祖先，印尼人祖先，所有人类祖先，所有人类祖先，所有人类死亡者，所有人类死亡者，所有三恶道众生，所有三恶道众生，同享功德，同享功德，罪障消除，罪障消除，永离三途，永离三途，同生净土，同生净土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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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回向所有人类，回向所有人类，天道阿修罗道，天道阿修罗道，所有老人，所有老人，所有病人，所有病人，所有贫穷者，所有贫穷者，所有业障者，所有业障者，回向家中父母，回向家中父母，先生太太，先生太太，儿子孙子，儿子孙子，所有亲戚朋友，所有亲戚朋友，所有三宝弟子，所有三宝弟子，同享功德，同享功德，病苦消除，病苦消除，消灾免难，消灾免难，身心安康，身心安康，共振菩提，共振菩提，南无观世音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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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从今天开始不要杀害任何动物任何生命，好不好？功德无量。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善用慈悲的能量。过去曾有一位弟子拿包子要供养佛陀，正要前往供佛时，刚好看见一只流浪狗，于是他就将包子施予了流浪狗。佛陀于是开示弟子们，供养众生的功德等同于供养百千万尊佛的功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诸佛唯一的目的就是慈爱众生，救度众生，所以下施众生的功德超于上供诸佛的功德。佛陀一再地赞叹悲田第一，慈悲利身的功德才是最大最为不可思议的。如果修学佛法却不能使生活品质有所改善，例如悲智增上，生活能力增长，佛法对我们而言就只是成了精神上的消遣。佛法的存在
就是为了开发众生的潜能，而潜能的圆满体现即是佛。所以我们学佛的发心动机必须要正确，要时时提醒自己，反省自己。当我们越精进越慈悲的时候，也就是本性潜能越开发与圆满的时候。如果只是单纯想到恶道众生的苦而生起大慈悲心，此人即刻具有梵天福。什么是梵天福呢？欲界六层天集合起来的福德还不如一个梵天的福德，可见梵天之福德广大，只是不忍恶道众生苦就有如此福德力量，何况以诵经施食的方式实际利益他们，所得功德更是不可思议了。我们之所以不断制造恶业轮回生死，就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自私自利而忽视其他众生的痛苦，这个强烈的自我使我们缺乏慈悲心。从今日起，我们不能再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，要以众生的利益为优先，并且积极实践慈悲，奉献身心。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，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过去所造作的善恶等业招感形成的。释迦牟尼佛向我们宣说了因果的真谛，引导我们懂得善用其心，处处以慈悲利他为动机，以菩提心净化我们的口业，改变我们的行为，更进一步创造我们的命运，乃至将自己塑造成佛，利益众生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